我们今天来开的是我们代办师大云峰跟私立大学足球场整建工程施工前的会议。一个在我们云峰河滨公园，那另外一个在天母私立大学田径场面。那整个工期很赶，大概只有150天，我要处理两个足球场的部分。这整个案子的一个总工期最主要是150个日历天，但是它从开工一直到竣工仅有150个日历天的一个工作期程，再加上整个台风跟雨天的一个影响之下呢，我们还是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的完成相关的整建的一个施工跟认证工作。一开工就遇到整地整个的路基的工程，下雨天第一个影响我的工期，第二个我们也是唯一一个在河滨公园的球场，中间遇到了3次的台风，配合水利法，我们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整个工区给撤出来。撤出来之后，我们因为要追赶整个进度，我们整个复原在工期的方面，事实上是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是利用这既有的这个足球场呢，来进行一个更新的一个动作，最主要就是要整个底层哈进行一个重新的翻新，天然草皮的部分我们改成了一个人工草皮的方式来整建这个球场。其实我们整个现场的球场哈，我们看到的只是最上层的一个人工草的部分及里面的一些细沙跟橡胶颗粒的一个填充料的部分，其实我们在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个层次。国内是我们在云峰足球场，这是第一座也是唯一的一座在河滨公园里面最正式的一个场地，取得 FIBA 最高阶认证的一个场地。其实这个案子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时程控管跟品质上的要求。从承接以后，我们马上立下我们一些标准作业的一个流程和我们的里程碑，当然在中间有很多的协调的作业，都是我们监造单位跟我们施工厂商跟主办机关甚至认证单位这边来做协调。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国际认证，那这些国际认证都代表着我们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曾经这个场地我也看过有人在使用，那那天刚好是下雨，那我看到在下雨的过程中，相关的球员都能够在里面，我去做他最大的一个发挥，发现说，我们做的东西确实是不错。或是停球假动作骗过对手，足球运动全靠脚下功夫，混乱中起脚射门。这里是迎风河滨足球场，不但是世大运足球项目的练习场地，更符合国际足总 FIFA 的最高标准 Quality Pro 认证。是，毕竟它也是 FIFA 认证的一个球场，让我们这些世界各地来这边参赛的这些选手呢，能够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来发挥他们真正的一个实力。因为人工草皮在台湾的施工技术并不是很多，可以说几乎是没有的。从主办机关、设计单位、监造、施工厂商，大家一起合作，大家努力克服困难，才能如期完成世大运的成功。我们这个足球场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这是第一个发包的一个案子。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是一个领头羊的角色，我们必须在时程里面完成本案工程，然后最重要的认证也要在时程里面完成。台北市长柯文哲穿着运动服踢足球，敞开世大运足球场馆，好不好用？而这两座足球场都是即将取得国际足球总会最高阶的认证球场。